狗会给我。传。为什么我的？他说我在传给你点球。哎，我怎么加好友啊？你打 S K， 下面就对吧？哎，我听到，我看到了。哇，现在 S K 可以调自己音量哦。啊，我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啊，你对着麦克风放上面，然后它就会显示出来了。哎，哥，我找到你了，我要你了。好。反而用一下一般的 Skype 好了。付钱新增。我讲话会很大声吗？嗯，没有、欸。你是跟我挥手的那个吗？对呀、啊。好，接受。喂喂喂，这样子、欸、吗？哎、欸，我的是没有声音。有啊，你有声音啊。不对，是别人收到我的声音，因为我也听得到我的声音。那我的声音行吗？你没有声音。我没有声音。嗯。我们又要重新设定这个。对，喂喂，我有。可是我胡子，你的名字不是胡子，我很难找你。对，可以，我的名字是 Huzi。我看你的名字是 life 冒号 f 七八零八零，就是很多很长一段乱码。哎、欸，可以拉我了，还光。我早就拉你了。欸、SK 的阀值要在哪里调？他现在可以直接调。你滑鼠移到喇叭上，对吧？麦克风上。快点拉我。我、新增，然后。Hello， 有了没有、欸？哎，没有，没有声音。喂，这样，所以我的确定有声音哦。你的也有了吗？有吗？阿梅没有声音。喂，有喂？为什么我的名字是一个奇怪的什么？对，你的名字是一串。为什么？我自己看不到我的头像在动，你们看到我头像在动吗？可是你声音超清楚的，而且是很就是从你的麦克风出来。确定哦？确定就是。Okay. 你的声音超棒，超清楚。那我的声音如何？那我的声音可以拿来唱歌？可以，你们的声音都可以。好诶、欸，先不要唱歌，先不要。那我的声音可以拿来唱歌吗？那如果讲话这么大声呢？好，还是会有，还是会有。谁收过来的？你听得到吗？你看得出来吗？可是没关系，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比刚刚 Discord 好一万倍以上。刚刚对，刚刚那个音量真不行。一万倍、欸。我要怎么改我的 Skype 名称啊？怎么这么奇怪？你的名称是那个 B 什么的吗？不是，它名称是一长串。名称什么 ？Life F 七八零。你现在全部念出来，大家就会加你好友。哦耶，好友了。Yeah. 这音质也差太多了吧？对啊，这个好清楚哦，这好舒服哦。Yeah. 那可以开唱歌了吗？先不要，先不要，真的。我们的最爱没有，你没有，你有设定你的音效卡吗？音效卡。你去 Skype 设定。我帮他调吗？我帮你调。这边的阀值现在要怎么设定？我觉得你们在说话，我这边都一直跳哎、欸。这边不能调吗？哦。但是它会自动侦测。好哦。自动调大小声。真的好太多，对不对？好奇怪哦，怎么刚刚 Discord 差这么多？完了，我们是不是在做一个 Discord 的副工商啊？有小很小声。很小声哦。很小声，很小声，还是小声。而且他的声音比较像是从别人传过来。嘿，哦吼，为民除害。哇，胡子的声音好好清楚、哦，好棒哦！哎，真的，这是老牌，就是赞。哎，我看胡子的头了。再来，小声，跟胡子比起来小声很多。庆，哎。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被鱼竿的收到的感觉。他的声音真的很小，我听起来也像是别人收到他的声音。你把他那个，可是你把那个自动调整关掉。关掉，要全满的。哇！哇！哇！好像有比较大声一点。大声一点。对，但还是，而且会有很大的杂音，很大的杂音，很大，杂音很大。下雨，下雨，下雨。
怪。嘘，别，嗯，这样嘞。好了。哦，没接好。那你把自动打开啊，你把自动打开。哦，自动。让它自动去调你的声音大小。Okay, 好的。这样嘞。Nice， 可以可以。Nice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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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ice
交不到女朋友。你要现在跟观众就是许愿，你要交女朋友。你干嘛沉默？你干嘛沉默？我操！许愿不是一定可以达成的，就。微博想要交女朋友，大家有方法吗？有方法，我早就成功了。许愿什么的，我现在都放弃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在场有一个想交男朋友，一个想交女朋友，有一个大胆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但是没我有个大胆的想法。各位，我有个大胆的想法。找佳佳。佳佳。他在公三小。够大胆吧？不，他在看我们的直播班。没有，我说组成一个家。姐。直播有回音，多回音，哎、欸，超多回音，喂，回音，谁的回音？看一下，这样的有吗？我现在是没听到、欸，我是说，是观众听到的。喂，如果是很大声那种回音，就是无法避免。越南新哎、欸，越南新娘只要几万就有了，天哪、啊，就这样。而且他还可以帮你照顾得好好的。听说高级一点的，你也可以去找。喂，车麦，白，我要车麦，来来来。为什么我的延迟这么久啊？车仔，延迟要从哪里调？我有声音吗？有，很清楚。哇哦，我是可以唱歌了，你的声音可以唱歌。哇哦，四个麦，喂，喂，喂，有吗？有。这个麦不错、欸，很清楚，很清楚。那一只应该是比较贵，再猜一下，那一只应该比较贵吧？哪一只？太宰，我头上戴这只多少钱啊？你头上戴那只无线的吗？对啊，千块吧，我忘记了，好像很棒哎、欸，喜欢啊，因为它重点是它是无线的。对啊，我直接把我的设备换掉好了。哦、我想把我延迟调低耶、欸，那只三。那只三千四，你说实况的延迟吗、欸？可以接受啊。嗯，换个服务器如何？阿美，你好吵，干！我一直调低不了的延迟、欸，对啊，我也设定过很多次，都是这种。我之前延迟没有这么久。对，延迟多久、啊？你们延迟多久？大概快十秒以上了吧？很久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你的台嘞？你有注意过吗？我在看呢、啊，我在看我的一千什么时候出来。大概5-6秒，我的好像超过20秒哎、欸！哇，真的假的？有开低延迟吗？这冲你去哪里啊？哪里开啊？在串流选项、啊。Okay, 我看到，我看一个低延，下面有一个超低延迟。哪里？串流选项？对啊 ，OBS 吗？足够耶！不是 YouTube 立即直播的那个页面，直播资讯主页那里，嗯，下面有一个串流选项，嗯，然后最下，然后下面有一个超低延迟这个、哦。对啊，我现在是用超低延迟啊。不知道哎、欸。大家说我的跟你的比差很多。这样，我声音可能是要重调一下，跟大家的比起来。现在咧？就可以啊。所以怎么办？啊？我的延迟很久啊，要怎么办？是不是因为我们两个同时，他就会？不可能，我比你慢开台的。对啊，可是已经比你慢。那为什么？那个，我觉得现在应该没办法调哎、欸。下一次吧。不想这样子我跟观众的互动会等很久。嗯、我看到他们是20几秒前的东西。那不是啊，这是你 OBS 的问题，还是你要关问题？不然就关掉重开试试看。对，我就在。
不会吧？所以是你是说移到这边来盘？对啊，我回来了。然后在那个串流设定那边调超低延迟。那我重开一下哦。好。就。不是啊，那我其他东西全部都要重新设定。嗯，你要先把那边拉过来，然后到底怎么样？好麻烦啊。对啊。你电影镜最小。我都没看啊。怎么还有这么多东西啊？然后，隐私设定要公开啊。按钮。啊？按钮。好嘞，啊，显示要按显示，不然你怎么？那、啊、这样就可以复制了，你知道吗？觉得不太好，现在还在开台，哦、对。那个串流看起来没有那么长哎、欸，有啊，这么长哎、欸。太长了吧？显示按显示。哎、欸，竟然是复制到这个。跟你说要。可是我之前就是那样复制的哦，是因为我前面有复制别的东西。啊！就。超低延迟吗？你那边超低延迟有没有开？我不知道，你刚刚有啊 ？F5 看一下，聊天室的网址记得换。喂，请在这样子。所以你们这样子有需要换浏览器吗？嗯。他们这样有需要换浏览器吗？浏览器，网址吗？我不确定你的网址是在哪里来的。啊，应该是要换了吧？这样子，换地方开了。换地方开。你换到哪边开啊？就是也是同样的，刚刚的变成记录了，对啊。OK， 我看到。有比较同步了吗？所以以后不能用活动来开台，会延迟很久，是这样子。好了，那就可以准备开始啦。那我要重新发一个。你要正确发文哦。
同步了，同步了，重新发一个，重新发一个现实。换地方重开啊！这是胡子，繁星，打柜。难怪时间等了很久，现在大概半秒，有这么快就对了。半秒等于快要是我们是距离两张椅子的距离了吧？好了，我们这一届可以直接开始了。那等一下题目要啥？题目，题目哦，我原本是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日期哦。嗯，十六，来个愚人节怎么样？愚人节哦，愚人节快到了。愚人节弄什么？有愚人节的题目啊，跟愚人节有关的。一定要是那个愚人吗？嗯，对啊，就骗人啊，看你要出什么样骗人的题目。哦，如何考验智商开始？等一下，这很难想啊，要想个够有梗的，我想一下。